大家好，大家好呀！哎，我一开直播他就不跑了，哦，跑了，开始跑。我靠，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我真的会生气啊！我谢谢他，大家听到了吗？请问。请问听到了吗？就问你们害不害怕？害不害怕吗？在看呜呜跑酷，呜，你再跑一个。哎呦，躺下来装，给我装是不是？装什么？你刚刚不是很能跑吗？啊？你不是很能跑吗？你不是很能跑吗？你看什么？你不看我，啊？你不看我，好，你看，开始跑了。你看啥呢？你们看他，我不懂了。呜，过来，呜过来，干嘛？还外八？哎呦！装这么乖，哎呀，还嗲，还躺下来，谢谢玫瑰花，这不是仓库，这我房间什么仓库，只是东西多而已。哇，好能演啊，你就是演员吧？那现在躺着装什么乖呢？啊，你装什么呢？你刚刚有这么乖吗？你刚满房间那么好，你刚满房间那么好，你现在装什么？你看你还躺着，哎呦，在这给我装，给我装是不是？你看你们看他刚刚搁房间真的冲刺，你们懂吗？他可能知道有那个，知道有直播了。哇哇，搁那卖萌呢哈，你看什么呢？哎呦，张什么嘴？他真的耶，他好能演，他，你好能装啊，你好能装啊你，谢谢巧克力。你刚刚不是在那跑来着吗？哎，我给他拿了吃的，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给他拿了一个吃的，他给我那玩儿，你看，在这，哎呀，他拿东西玩儿，他把吃的拿那玩儿，你知道吗？你们知道他拿那个。就是我多拿那个，我拿着那个鹌鹑肝冻干给他吃，然后你知道他来干嘛吗？他当球踢，他现在不知道给我踢哪儿去了，我真的是，你看，开始跑了，好，看到没？哎，好，演不下去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演不下去了？嗯，你看，你们看。他演不下去了，他演不下去了。你干嘛？不要上去，下来！我骂人了，我哎，不要上去！我去揍他！你不知道上面有电啊？你不知道上面有电？你给我下来，下来！下来！过来，又躺倒，躺倒有用吗？啊，躺倒有用吗？啊，回来！我真的是我，哇！哎呦，又这边躺着装乖哈，是不是装乖？是不是装的？你有那么乖吗？大家刚刚也看到了吧，他真的会跑。他刚刚真的跑成什么样了？大家也不是没有见到过。你们看他肚子的毛很长的，看到没？这是长毛猫。跑，再跑，你再跑，你再跑，你再跟跑。谢谢奶茶。跟着走哈。不能动，
就这待着，听到没有？谁让你走的？不能走。啊，这个光，呜呼，狠狠给你清出。嗯，都是你毛。嗯，给你清秃。确实，他这真的呼噜噜很大声。哎，动我电脑充电器，不准跑！来了就别想跑了，别给我，不准上桌子，听到没有？我真的是会谢谢你，亲我，快亲我，亲我。我谢谢他，谢谢他呀！拿开你的爪！我就要亲你，拿开你的爪子！拿开你的爪子！哼，哼哼哼，不准走，小妈咪，乖乖的，好吗？躺在我身上，你还想干嘛？还想怎样？我很怕他要走，不准走。你看，看这是什么？哎呦，对不起，他要给我。口袋四八下载那个花人物。我给他买了8公斤的，我以为是8斤，没想到是8公斤的猫粮。忘记，直到你离去才恢复记忆。还可以呼吸，心跳也还规律。结束了寂寞，它还不肯马上就平息。相遇和失恋，如果说都需要练习，一次学会两种。也算好事情、谢谢你教会我爱需要两颗心，谢谢你释放了小毛人该放弃，谢谢你提醒我痛会唤醒勇气，谢谢你曾让我这样的爱过你。
眼神好幽怨，你们看。啊！你叫什么？叫什么？什么意思？偶尔的好心情，这种简单的快乐比玫瑰美丽。我相信伤心会慢慢痊愈，还可以呼吸，心跳也还规律，结束了寂寞才不可马上就平息。谢谢奶茶，转发不错。哎呀，完了，脸上全是他的那个，全是他毛。谢谢你示范了什么人该放弃，谢谢你提醒我总会唤醒勇气。谢谢你教会我爱需要两颗心，谢谢你示范了什么人该放弃。要不来点卷发，不对哈。谢谢你提醒我不会唤醒勇气，谢谢你曾让我这样的爱过你。怎么不想要卷发？喜欢吗？卷发？你想逃，你却逃不了。你逃，我追。你插翅难飞。好长的胡子，确实。我怎么感觉这么暗呢？ Baby, you know, 爱过，爱过。亮了吗？亮了，亮了一点点。就搁这坐着吧，会不会太大声了？是，他平常都还挺乖的。有点大，可能是因为你们在电脑边上吧。第一次拥吻以前，我们找不到语言，但听见彼此。给你擦擦眼屎好吗？热心和嘴角的线，摩擦和眼角的线。嗯，怎么不喜欢擦呢？唱错了，鼻屎也有，耳朵很可爱，耳朵哪里可爱？的爱踩碎，我不相信会长出后悔。你不会，你不会，你不会不心疼。我拒绝被看见的泪，面无表情，还是有表情的，这不是可爱的表情吗？
我。我看镜头，看镜头，看镜头，看，看这，是他有偶像包袱。是你浸泡我的情绪春天，我不相信你心中现在他最美。你不会，你不会，你不会把我们的爱踩碎。我不相信你口中会长出后悔。你不会，你不会，你不会不心疼我拒绝被看见的泪。来看我。确实他真的很乖。干嘛？你平常不是，他昨天晚上没有来找我一起睡，他昨天自己在沙发上睡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自己睡不了？是不是自己为什么自己睡觉？你是说哪有胳膊上有个笑脸？你不会，你不会，你不会散了，不是，可能是我怀疑，可能是，我让他们做个算命，打算晚点去。哎呀，看毛，他的毛，我。呜心想你个变态。放什么歌呢？放恋人未满吧。嘴里有猫毛，他感觉要睡了。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我后面有点小乱，后面不是乱，是被子，这是被子。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又道一声恋人未满，天比心烦，日月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我就让你牵手，谢谢奶茶。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谢谢奶茶。做朋友，走哦，跟我走。点头，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不是不是不是猫窝。你就能拥有我。开花啊你。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陪？他很快乐，他很喜欢躺我身上，对吧？呜，谢谢荧光棒。哇呜，是不是喜欢在公仔里面找地方？他不喜欢，他喜欢空旷一点的地方。
才舒服的都躺下了。他喜欢空旷的地方，比如说柜子顶啊，然后沙发，没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平常在床上睡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如果我床上有被子的话，他就会不在那睡，然后把那个挪开，然后给他留一点位置的话，就会在那睡。他喜欢空旷的地方。再下去只好去做朋友。他喜欢上柜，他喜欢去柜子顶上。我怎么感觉我这么黑呢？黑不溜秋。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我不相信，都懂了感情却到不了爱情，那么贴心却进不了心底，你能不能快一点决定？嗨，睡觉好不好？这是他的头发。猫猫猫猫头，猫猫头头。看看大家。但大家都很喜欢你，对，很乖。你就能拥有我。谢谢秋天的奶茶。他屁屁还行，但是他肚子不太喜欢，就是。谢谢荧光棒。他肚子不太喜欢，你也想亲一口，来亲。猫猫头就在这，亲。放一首《谢谢你的温柔》吧。喜不喜欢？喜不喜欢这首歌？大家要亲得到就亲。他还是有别的表情，他有一些张嘴的表情，还有一些无辜的表情。他不想逃，你看他多舒服。给你们看，看他躺得超舒服的，看到没有？但我能给你什么？我只是一个他遗忘的我，心被一扫而空。我会把你种在我心中，也许某天会终于再次长出一个梦。时常靠近，还不知道吃什么。哦呦 ，wink wink， 居然是会 wink 的。为什么我的心，那爱心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什么意思？什么叫 wink？ 比我熟练，我那叫不会。谢谢你如此温柔。太
还行。猫可爱什么意思吗？人不可爱吗？人不可爱吗？来，我们想个 NC 话题。他最近没有跟别的小猫咪玩，那就自己一个小猫咪，你干嘛？是我的吗？他就自己一个小猫咪玩，对吧？因为我们。他自己他喜欢摸摸你干嘛看到什么他走路不知道去哪儿希望他把他那个不知道踢哪儿去的那个鹌鹑找出来了不然我要揍他了但我从来没揍过他哎他把蝴蝶结碎下来了我你干嘛去那去吃饭了去吃饭了囤了一些的灯火我刚刚朋友问我买了东西没有我才跟他们说买他去吃东西了你们听到了吗谢谢奶茶呜呼变成我江宇航他说要来找我现在还没来看一下江宇航我要给他打电话我打视频电话哇好神奇哦你们看还带美颜的嗨嗨你说啥我开直播呢你在开直播呀对你看啊天哪你在画中画中画是吗等我录完舞蹈我来找你录什么舞啊我想今天穿有点帅我想就是那个梅尼耶啊梅尼耶那个录吧录吧但是好难啊我说我都播了半天了你还没来嗯太难了差不多快了一会儿就来找你好吗妈妈拜拜拜给他结束通话来我们放一首酸甜的歌曲烛光晚餐哪来组你干嘛你又搁我那边搁发疯呢搁那发疯呢我又在那发疯了好大啊我的裙子大到我好可爱还没吃呢不知道吃什么没想好吃什么拆开了爱情的宝石酸酸甜甜老姜所以他是老姜他有这么老吗大家看我今天的妆没有画得特别好我这样吧我去催催看小哥我们的浮华谣练习失败还有一周的姻缘他还没修好像哎呀我要催催他小二哥
谢谢玫瑰花。一周。的酸甜。什么？晚上好，晚上好。看跟我爸爸。好，突然就催，不问候一下吗？要问候什么？他都不回我。对，就很突然，要让他感受到我的紧急。正好看直播，哦，在排队核酸，我都没有去，我打算晚一点再去，现在就是还很早，感觉人很多，很危险。小二哥说我没做，我要给他发一个非常，我给他发一个我非常难过的表情。他说过两天，我哭了，我落泪了。我给他发了落泪的表情，不，他可能这两天很忙吧，他是有自己的工作的，所以他很忙，很正常。如果没做的话，等一下啊，哎，我们都很忙哎。换一首歌，给大家放一首，放首《天灰》吧。确实，我也点到了那个 MV， 我也以为是，好吧，我不会以为是，但是我也点进去了。我过来，怎么就躺下了？我过来，如果你从没出现，他在忙哎，他在工作。他不是变懒，他就是太忙了。前段时间，他破我袜子，他抓我脚，过来，猫东西，干嘛呢？学坏了猫东西，哎，搁那儿，他搁那儿，就是真的。谢谢邻居，让我跟邻居打声招呼。Hello， 邻居们好。就是大家注意保持距离，注意安全，戴好口罩。Hello， 同事好。大家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戴好口罩。有机会可以来广州，希望你们快点解封，然后来广州。Hello， 朋友你好。谢谢。既然你老婆说我太可爱，你有老婆啊？羡慕喽。
你室友说我好可爱。Hello 室友，你们好，我是他的小偶像。有机会让他来，他带你们来看公演呀。对，我怀疑大家都在无中生有。Hello， 你的汉堡。Hello， 可爱的汉堡，好吃的汉堡，你怎么还有汉堡吃 ？Hello， 汉堡。哎呀，不要再动我东西了，我真的是会被你烦死哦。对，只有你是真的。嗯，下次再来，谢谢巧克力，叽叽喳喳巧克力。等会我的心，谢谢奶茶。确实，你妈妈说我很好看，我是问我什么时候来你家吃饭。懂了，我知道了。这样的话就是我那什么，我2年后就是靠去大家每人家里吃一餐百家饭，我就靠这个活着了。大家一定要说话算数哦。对，2年后我就是一人家待一天这样。你家还有空房间住下吗？我憋不来，我先放个音乐，太尴尬了，这个就是没有 BGM 就是很爱我的资格吧。嗯，把屋也带来，那可不行，屋带去就带不走了。嗯，健康嘛，这就开始去练出，好想去，好想去玩哦！什么时候才能去玩？保佑快点去玩！我现在就想冲出房间，冲去玩。你好想下个楼？你是在上海吗？下楼做核酸了吗？好想出，2年多。谢谢奶茶，那等你们可以出来了，天天看。你写的剧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假，我要你给我下来！你们看，我谢谢他，滚下来！哎呀，我真的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呀，那么小的地方他都能上去，造反是吧，造反是不是？我现在就把你零食拿去送走，我现在就把你零食全部送给别人，送给别的猫咪。你真的是，我真的气死我了，他真的把我气死了。给你吃吗？口罩他不吃，我那天给口罩拿了屋的零食，然后口罩居然不吃，看来就啊，你干嘛？你们看，我真的是会谢谢他。我叫你 L 什么呀？你 L 什么？你告诉我，你 L 什么 L？你自己把手挂在这，你 L， 我真的是，哎呀，放手！我真的，我气死我了！你再让，我真的我要揍他了！怎么了？他把自己爪子挂在我的裙子上，他那边 L， 你是不是？你跟他去找他了？你想逃是吧？哎呦，好胖臭！哎呦，
你哎，他飞机耳了。你，你小坏蛋，他就喜欢挂在衣服上，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我刚差点没被他气死。哎，你知道他刚怎么样吗？你这个裙子吗？这么可爱。我给你不，他这刚在这，然后 JK 裙这样挂在这上面。哎呀，来，我给你举着，你模仿一下，来举着。就这样。哎呀，好这样。就这样子，真是过分！我真的是，我谢谢他。他是不是？哎，哎呦，被宠坏了！你 L 什么 L？ 来我身上，不能跑了。L L， 他刚刚就这么叫。为什么他要这么叫？因为他挂住了，爪子挂在上面了。我谢谢。不好意思嘛。自己做错了坏事，叫救他是吧？叫救你是吧？嗯，小东西，谢谢奶茶。狠狠亲你，不想亲，不想被亲是不是啊？我就要亲你，我就要亲你。太可怕了，你会让他觉得，你会让他觉得呀，原来我挂裙子上可以把他亲亲啊。你看他表情。好可爱呀、啊。呜被拿了之后，我感觉他好像变得母一点了。呜，气死我。有本事你在。给我爬一次，喵喵喵！他真的，他那天从那个柜子上摔下来，就给我气死了。腿拿走。我们吃什么呢？趁现在还能点外卖。吃什么呢？他真的是给我气得半死。我真的，我刚刚给我气的，我屏幕都搞反了，就是我立马要给大家看，我真的是，我谢谢他，还敢不敢爬那边去？还敢不敢爬？问你，好，你快去捅鼻子吧，捅的鼻子啊？他们是捅鼻子吗？好恐怖！我觉得可能咱们会变成捅鼻子。的言语像你的冲动好强烈，爱也需要期限，回忆却没终点。自己捅 那我可下不了手，我真下不了手。要用上夏天的微笑，藏好心情有多糟，不做你沉重的背包，当作相聚一场的背包。我用上夏天的微笑，不理想冬天的心脏。这么麻烦。但是自己捅会比较安全一点吧。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阴影。他没睡着，他怎么可能睡着？我们点什么嘛？嗯，你咋哭了？咋？没有，对着眼睛流眼泪。那别封着他了，你还封着他？你封着他，你又不上药，有啥用呢？抵挡一下风吹日晒，就是敏感。但你这样捂着他，可是一会儿我要直播，到时候看到这边眼妆都抹一抹。
对，眼睛这么大怎么睡、啊、好可怕啊。他没看你们，他就自己在那搁那斜眼呢，搁自己搁那玩呢。却没有终点，像开始的一夜。你想什么？这不是在直播呢吗？快，我们想个话题聊一聊。我们聊聊晚上吃什么好吗？对呀、啊，吃什么呢？吃什么呢？大家，给我买了一些菜的，但是他、菜留着吧，咱们存着啊。大眼睛妈妈，来。有情和真爱会遇到，真心最后会把真爱抓牢。视讯通话，可乐鸡翅啊，不要可乐鸡翅，这是能吃的吗？对，那很乖。那到时候咱们就不止去南站喽。咱们爱要听冰箱，把大象放进冰箱，咬几个不错。我跳的真丑，真的，有这个舞，这个舞好难，很难，很难。嗯嗯，你要不看呀？你觉得可以，我就发；不可以，我就不发。咬几个不。什么？最近流行的那一个梅尼耶舞，就是一个男团跳的，超难。哎，这个动作做的超级丑啊！就很好笑啊，很好。我谢谢你。月子鸡、烧鹅、吃烤鸭，想不想吃醉鹅？嚼不动的嘛，说的是确实嚼不动，那就吃椰子鸡。我刚看了一下，好像已经没有了，卖完了，还想要椰子鸡。火锅润饼是什么东西？小龙虾，你还敢乱跑吗？啊，问你呢，还敢乱跑吗？又给我挂在那儿，是不是皮得很？吃猫它才不好吃，才不要吃，它那么臭谁要吃？就是啊，下次我要是不在呢，谁救你啊？你自己知道吗？我要是不在呢，你自己说。它掉毛不怎么严重，不怎么掉毛。我跟你说，你下次你要再乱跑，我真的救不了你。神仙来都救不了你，神来了都救不了你。告诉你，你就是神，什么都救不了。我的神，他是刚挂在了我那个裙子的衣架上，我真的谢谢他，我谢谢他。他是挂完在那，啊啊，搁那求，然后搁那求人。哎呀，再看你这么可爱，原谅你吧。来，我们来，听我说谢谢你，低头低头，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
你叫什么？你怎么叫不出声了？啊？叫叫，这是不是按钮啊？摸一下它爪子，它就会叫。我，它现在其实不怎么叫了。它脚确实，它脚确实本来就黑的。不要动，不要动，听到没有？鼻屎在这儿。我也值一个哟。好，在这里，在你这儿前开一下。我们吃什么呢？所以，这有水果，你要不要先吃？不吃。卡吗？那我关一会儿，我待会儿吃完睡一觉再开。睡一觉，我要再睡一觉。不卡，妈妈。不卡，你要么就一直播下去。我在思考吃什么，我想说吃完了再。你怎么还把那个瓶子带来的？这样，喝完的奶茶把瓶子给我带过来，我谢谢你，带过来了扔是吧？就想的是不乱扔嘛，就带回来扔。所以就带到我房间来。哎，江宇航把垃圾带我房间来扔，真是聪明哈。对，就是要放一个扔。Hello， 大家好，在干嘛？好，你们去吃饭吧，我也准备吃饭了。真的是太丑。我准备25分关，这个、动作太难了，那个晚点再开吧。踢腿那个动作真的很难做，说。对，还有新带路，还有 Tony。人家是美尼耶，我是美尼也行。好，你们吃什么呀？你们，谢谢，我准备吃个，我看一下有什么吃的。谢谢。早啊早，眼睛啊。顺便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公演路。就是很敏感，就是我贴假睫毛的时候贴的有点位置。羊肉饭。然后后半场公演。感觉听起来有点。晚上好啊。好。不用你说差点意思。不用你说，我自己知道，我知道好吗？自己做的。还挺厉害的，毕竟人家男团舞嘛。我跟你讲，哎呀，大米饭和土豆汁，毕竟人家男团舞嘛。啊，为什么会吃变质的烤肠？王源晨跳得好，给乌乌照镜子。王源晨太帅了，跳得好，你看看镜子里面，那这是谁？为什么呀？就是我都没有怎么见过。他叫呜呜，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叫小，是小猫咪。但是我的性格见过的可以，你看看嘛，你看得到自己吗？见过的我虽然我姐姐是不会随便的，我还记得哦。好像开始看到了。可以演一下吗？可以 suit 一下吗？ suit 一下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他看到了，但是他好像没有。黄雪晨是红头发那个，红头发眼睛最大的吗？是镜头放那个，红头发那个。谢谢，不会，现在看都是这猫是谁？不大了。这地方叫做逃避。什么毒液吗？我是海。在这城市里打出分歧，是宝贝来面前你。太丑了，我再给他看别的那个罐头什么的，但是我发现他其实吃凉好像也吃的挺开心的。不是，今天录个抖音，但是我录了没放进发，应该知道。哦，25拜拜。对啊，黄圣成就是红头发这样子看直播嘛，应该是不会。